个人是认为应该是术前的准备算是非常重要的啦。首先是第一，适不适合手术，需不需要手术，这个是需要专业去做判断，就是术前先决定该不该开。通常一旦决定是确实是需要做真颚手术的话，我在术前呢都会请患者大概几个基本的事情，就是 BMI 调整到正常，所以我们的 BMI 目标是会调整到18-25之间哦。那所以想办法做饮食或运动的一些调整，让你 BMI 是正常。那第二个是有抽烟的人一定要戒烟，所以抽烟这件事本身对这个非紧急的真颚手术本身戒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你术前的作息是规律的，就是早睡早起，原则上希望晚上11点前睡觉，然后每天睡满7-8个小时。那你作息正常的时候，免疫功能正常，后面的恢复其实是会比较顺利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手术是需要全身麻醉的，那我们是发现说，如果一些平日有规律做有氧运动的人，手术后恢复其实通常比较好一点，就是说经过全身麻醉的手术之后，隔天他的体力精神恢复是比较好的。那所以我们是希望术前可以每周至少3次的半小时以上的一个有氧运动。那这些术前的准备我想是蛮重要，对于后面的恢复是蛮重要。那至于手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说明的部分，就是除了刚刚作息还是要正常，那体力 OK 可以开始及早做运动之外呢，另外就是说口腔清洁要注意哦，因为口内有伤口嘛，那大概伤口愈合基本上要1-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刚手术后的初期口腔要维持清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骨骼是切开之后重新固定的，用钛金属板固定，那这个钛金属板的固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原则上太早的开始咬东西吃东西，有时候力量会超过钛金属板能承受，所以原则上一个月内4-6周的时间，我们是建议吃软的东西，这个大概是术后照顾比较要注意的事情。